合呢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随意哦。那简小英总统呢特地来到这个 Tax Weekend 的这个场合哦，因为呢他来这里要用总统的身份来演讲。不过呢这个演讲啊非常大的重点呢也就是不能看稿，所以他说的真的是压力很大，赶快来听听看。要是有一天 Tax 要是邀请我来做这个，我会觉得 feel very honored， 就是非常的感到荣幸。哦，现在是不是不能把中英文一起？我没有影射任何人，不要笑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个从国外开始发迹的这个 TED 的演讲哦，其实呢在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年轻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这个粘着度很高，所以这次呢小英总统也特地的来到这里哦，就是希望呢可以呢来抓紧这样子的年轻的选票。那他今天呢也放得很松哦，让这个现场是笑声不断。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。